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一起庆祝公立培群学校90周年生日。我希望今天大家和我一样，怀着感恩的心，对多年来维护我们学校的校董、校长、老师、家长和校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们会饮水思源，让培群继续发扬光大。 今天在礼堂里面，我们可能最年长的校友在哪里？ 60岁的校友， 80岁的校友， 有没有90岁的校友？ 有。我现在代表学校给他第一面培群人的一个金牌，献给我们最年长的校友。 今天吉日良辰，为培群武术龙狮队举行降龙点睛开光礼，降龙献誓，请。